原标题：揭秘解放战争中最能打的12个王牌军，看看都有哪些。华北军区60军司令员王新亭60军先是参加了解放西北的福梅战役，然后又跟着贺龙南下秦岭，一直解放了成都。1950年，60军在川西进行剿匪作战，在11个月内作战57次，肃清了川西匪患。1951年3月，60军作为第二批部队入朝参战，当时的军长张祖亮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1953年7月13日，在金城战役中，60军加入东集团作战，突破韩八师防线，永渡金城川，进至白岩山和黑云土岭一线，其后背水作战，顽强阻击联合国军发起的凶猛反击，最后才在兵团首长的命令下将主力撤至金城川以北防御，胜利结束了抗美援朝的最后一仗。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60军奉命班师回国，在2年多的作战中，60军共毙伤俘敌54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80余门，各种枪支6200余支，其间敌数量在志愿军各军中仅次于38军居第二位。华北军区63军司令员先杨成武，后郑维山63军前身晋察冀野战军冀中纵队，首任司令员是上将杨成武，后改编为华北军区第三纵队，曾参加过绥远战役、大同战役、张家口战役、清仓战役、第一次和第二次保北战役、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察南战役、冀东阻击战、平绥东段破袭战等战役战斗。1949年全军整编，三纵整编为华北军区19兵团第63军，军长为郑维山。其后63军参加平津战役，会攻太原，再出兵西北，经过福梅战役、陇东追击作战、兰州战役和解放宁夏等战役，协同第一野战军主力解放了西北陕甘宁地区。西北野战军一军司令员张宗逊在解放战争中，西北野战军一纵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不错，其主力358旅为西野三大劲旅之一，该纵第358旅714团6连在1948年的伊瓦战役中杀出了威风，是闻名全军的硬骨头六连。关系战时，一纵在转战陕北中首先参加了延安保卫战，与数倍之敌激战七昼夜，粉碎了蒋介石3天占延安的美梦，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撤离的任务。之后一纵作为主力连续参加了清化边、杨马河和盘龙3次作战，取得了稳定陕北战局的3战3捷。毫无疑问，一纵在陕北3战3捷中立下头功。中原野战军11军司令员陈锡联11军在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有着光辉的业绩，这是一支诞生于鄂豫皖、发展于鄂豫皖的英雄部队，其最早的前身是1931年1月在湘南地区组建的红军第四军，不是井冈山的红四军，成立以后一直就是鄂豫皖地区主力红军中的主力，先后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战役、黄安、山黄、苏家埠、黄光等战役，后随四方面军长征，一路斩官夺哎，屡建奇功，被誉为四方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劲旅。抗战开始后，红军第四军实施被改编为八路军129师385旅769团，踏上了抗日战场。中原野战军12军司令员王洪坤，后王进山12军的前身，主要是属于徐向前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下属的红军第74师一部、36师一部，来自朱德的警备团。35师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活跃的太行山的八路军129师太岳纵队，在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表现十分抢眼，
特别是该军下属的36师在1948年7月一举攻克襄阳古城，生擒特务头子康泽，被授予襄阳特工团光荣称号。成都战役中，第36师106团先头连指导员王银虎带领10名战士生俘敌军一个团1000余人。华东野战军20军司令员叶飞第二十集团军的前身，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闽东独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又先后编入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编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岩。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国共重庆谈判协议，苏浙地区新四军部队于11月北撤山东，其中一部组成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下辖第一旅连苏浙军区第四纵队、第二旅连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和第三旅连苏浙军区第二纵队。纵队成立后，开赴山东作战，属金浦前线指挥部领导。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1947年2月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各旅分别改为第一、第二和第三师。5月作为华东野战军主力参加孟良崮战役，9月随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与刘邓、陈谢大军共同经略中原。1948年11月参加淮海战役，全歼敌杜聿明兵团。华东野战军23军司令员陶勇1946年2月初华东野战军第一师，改称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陶勇任司令员，王吉成任政治委员，梅家生任参谋长，刘文学任政治部主任。所属第一、第二、第三旅依次改称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共30000余人，主要战绩涟水保卫战、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在淮海战役中，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徐州以南组员和总攻杜聿明集团的作战。4到5月参加渡江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解放杭州。在解放上海的作战中，由曹家渡宁平桥攻入上海市区。华东野战军24军司令员王必成，该集团军前身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抗日战争初期于1938年1月分别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两团，由湘赣边、粤赣边及赣东北等地游击队组成，和第二支队四团由闽西、闽南及浙南游击队组成。该部在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师四师的孟良崮战役中建立了突出的战绩，纵队特务团攻占74师师部，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1947年9月随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与刘邓、陈谢大军共同经略中原。参加完淮海战役后，第六纵队于1949年1月改编为解放军第二十四军，属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军长王必成，政委廖海光。各师分别改为第七师、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此后该军参加了渡江战役、解放长山列岛和舟山群岛的战斗。华东野战军27军司令员许世友后聂奉至解放战争时期，这个军在打来吴、攻孟良崮、克州村、夏威县及参加济南、淮海、渡江和上海等战役中，先后与国民党五大主力中三大主力交手，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这个军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和金城防御作战。在第二次战役中，他们重创美军王牌陆战第一师及全歼美军第七师31团的作战范地。在战争年代，27军先后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潍县团、淮海战役一等工团等59个英雄单位和387名英雄个人。
他们一敢打大仗、硬仗、恶仗，善用谋略，打得巧，打得精，著称争任务、争第一、争头功，是他们的传统作风。二十七军隶属于三野九兵团，为元华野九洞。第一任军长是赫赫有名的黑虎聂凤智，这支军队打仗一贯勇字当头，敢打先锋，曾打出过济南第一团和渡江第一团。在渡江南下后，聂凤智调任华东军政大学教育长。二十三军副军长彭德清接任二十七军军长东北野战军。三十九军司令员刘震该集团军的抗日战争期间为新四军第三师，后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50年参加朝鲜战争。三十九集团军现在装备先进，为全机械化部队。解放战争期间，新四军第三师进军东北，林彪率领三十七旅进行秀水河子战斗。1946年，原新四军三师的第八师、原三四四旅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刘震任二纵队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第二纵队在辽沈战役中参加锦州战役，占领锦州。平津战役中，二纵队四师率先攻破天津。1949年，第二纵队整编为中国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刘震任军长，吴信玄任政委。后进攻中国南方，占领桂林、南宁等大中城市。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三十九军从东北松花江一直打到广西镇南关东北野。四十军司令员程世才、后曹克林、韩先楚。1948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军长为韩先楚，政治委员为罗顺初，辖第118、第119、第120共计三个师。解放战争中，该纵队参与了第三次本溪保卫战与第四次临江保卫战，被中共誉为旋风部。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亲自修改并批转了该纵队开展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由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内掀起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被认为提高了解放军的战斗力。在辽沈战役进攻锦州的战斗中，所辖第七师第二师团攻下城防要塞配水池，后由第十九团和第八师二十三团守破锦州城墙。辽西会战中，所辖第二十一团、第十九团第一营和第七师炮兵营在胡家窝棚歼灭国民革命军第九兵团廖耀湘兵团，前进指挥所东北野四十一军司令员吴克华、后胡奇才。该军1946年5月发起安海战役，攻克安山、海城，歼国民党军第六支军第184师大部，并迫使其师长潘硕端率师部及第552团起义。10月进行新开岭战役，全歼国民党军嫡系美式机械化装备的第52军第25师8900余人，首创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一个整师的最佳战果，获毛主席、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电令嘉奖。1948年9月参加辽沈战役，歼敌6000余人，保证了锦州战役的胜利。战后有20多名指战员荣获毛泽东奖章。1949年9月第41军参加横跑战役，担负正面突击任务，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服第七军少将副军长凌云赏。11月参加广西战役，先后攻克泉州、新安、桂林、灵川、荔浦、蒙山等县市，歼国民党军8600余人，服第三兵团副司令官，歼第七军军长李本一，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